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보보입니다. 오늘은 싱가포르 총리 리셴룽 강연을 통해서 같이 공부합시다. 싱가포르에서 70% 이상 사람들이 모두 화인입니다. 화인은 중국 해외 교복라고 생각하시면 됩니다. 자막 없이 두분 들어보세요. 우리는 항상 对强权공리公고니다 当一九八三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一九七八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国际上就不会有人。 为我们说话了。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当一九八三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一九七八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 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제목소리로한번읽을게요빙캉에어떤단어인지좀생각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当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 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一九七八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우리는추구강권은정리라는것을반대합니다向来向来追捕反对反对反对哈密达强权强权扛棍公理公理清力。 承担安徒利，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当一九八三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当一九八三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천구백팔십삼년미국이크라나다를침공했을때，入侵，入侵，侵攻。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 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新加坡르는유엔총회에서반대표를동조했습니다，投下反对票，반대표를동조했습니다。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1978십년베트남및캄보디아를침공했을때。 我们同样坚决反对，我们同样坚决反对。乌里都马克长噶记录，哈达，坚决反对，坚决反对。哈达，在乌克兰问题上，在乌克兰问题上，乌克兰伊娜门杰恩。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 우리가입장을고수하지않고태도를분명히하지않으면立场立场立场表态态度를표명하다。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만일어느날우리나라가침략에직면했을때，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为说话？为说话？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当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 一九七八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公理。 当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 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我们下次再见。